好了，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 S 攻略，我们来到我们的五只海盗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来吧。这世界的海盗船蛮诡异的，我说。好啊，这里不能带游戏，你必须要打败这个很大只的这东西，你才能继续往前走，就有点类似那种风格，就有点啊，也不是强制赌博啊。就是有点那种你一定得有条件的那种才能过去的那种风格。好，这边也蛮诡异的，我说你必须要打败他，你就可以这个船就不见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。哦，我不需要，我说过我不需要。那这里很简单，你有优势就很好办。哦，好，好惊险！好，接下来 go， 好，应该跨过了。好，我们直接过来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boss 凯撒琳，哈哈，笨。半圈没丢中，耶！哇，我们打完居然只花了1分46秒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管制，我们要迈向第六世界了。第六世界大概长这样。哦，帅！基本来讲你应该是要爬上去的，不过你有优势就可以做一点小屁哦。你看，那你没有优势就不能在上面走。那你有优势的话，你就可以那个在上面走了。所以这就是蛮有优势蛮好的一点。一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带的是红游戏。好，这里有个方法可以。好吧。而且重点是我带的是红游戏，也就红游戏就是代表你不管吃什么都会吐出火焰。好，我来看看哦。The enemy and can be turned use。好吧，先迷你啊。刚才那个也是一样，你一定得打败他，他才会让你过，就是有点那种风格，不是吗？蛮特别的。你到底是要怎样啊？那身狗吃血的，不错。好吧，我们并不是速度。等一下，尤其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都要先把他们给干掉。哦，那这个好，我们进来吧。很诡异的这个地方。地方真的很诡异耶，哦，这地方真的很诡异。对啊，不要过去那边，那边是我不想要的道具，那边是那个。好，蹲下去。好，我们来到凯撒琳 BOSS 这边。哦，该死啊！我没有游戏啊，讨厌。有游戏是件很好的事。来吧，我又要一个人单打足够了。哦，我恨这一关，这关的那个东西很讨厌，尤其是到后面的那个标志。你看你看这些东西多泛滥啊，
该死。我们居然没有了优势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就等于是少了一个帮助者。我一直都很仰赖优势，知道吗？哦哟这关有隐藏终点。喂，我真的很想去拿游戏，我来这个星星屋里面看看有没有游戏好了。虽然我只有三颗星，不过应该也是有地方可以进去。哦，好吧，我只有两颗，所以不能进去。哎，进错门，该死。那可不可以回去拿一下我的游戏啊？算了，我们一开始把这些都打趴掉，我们就可以。吼，你这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拿游戏。但我知道可能很浪费时间。啊，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，这边可以快转。应该每个人都会想快转。要跑好远。我一定要拿红游戏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红游戏才能吐出那种火。我们直接过来这边好了，这边是个捷径。当然拿完游戏之后也是过去那边，你就可以走捷径了。哦，我们回到第二世界了，我看我想错了，我们居然会回到第二世界了。也就是说我们只好认命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悲剧，真的很悲剧，不是吗？啊，那个音乐是在配甲的啊，刚才这地方根本就没声音嘛。我只想去拿个游戏，有那么难吗？这很红的游戏是限定版，所以很宝贵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不错。这样会不会太亮？游戏是个痴汉，好来吧。不过游戏真的是蛮讨厌老爷爷的，每次都一直在那边逃跑，真的是蛮奇怪的，也是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诡异的地方。啊？
OK， 来了，终于过来了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终于，来吧，开始。不过这边比较特别是，你们要先过隐藏终点还是？哦，不要，我要先过这正常关。哦 ，shit！ 太 bullshit！ 太 fucking bullshit！ 哪里嘞？给我！全部都挂包完了。这关的音乐还蛮特别的，我还没有听过。Oh no， 游戏！哎，我拿游戏可不是拿假的。要是游戏一下就跑掉，那我拿游戏干嘛？浪费我时间。拿游戏一定是有必要的。闭嘴 ！Shut up！ 小嘎太，真是没想过来。其实这关可以无限加密，蛮多地方的。小嘎太，太帅了。哇哦！哇哦！你对我吐火，我也对你吐火，好讽刺啊 ！Go！ 游戏不错。我才不可能拿那个嘞！太悲剧了，这边。你敢跳上来？好，要打王了，所以小嘎太，好啊，游戏，笨蛋，混账一个，来啊，过了，错，继续，我们要过这关的隐藏终点还蛮讨厌的，因为这关隐藏终点真的很诡异，我完全不知道这地方是哪来的。所以说，哇，我们压到赢了，棒！我们只要再往前走一段就不到了，应该吧？错，答案就是在。进来这管子很诡异吧，这地方很鸟蛋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师，这好，我们这样就可以直接跳下来了。我们要往这边走。哦，该死，这个东西很讨厌，你必须用踩的。
我连双面夹攻啊，很吃屎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跑啊，尤其那边更危险。哦耶，我的钥匙。对啊，我先解决掉他们。哎呦，这边有那个哎，应该是命吗？是吧？好，我们就等你。等你这，哦，好聪明哦！哎呀，这边嘛，休息的时候不能用，你要这样子才有效。因为我们少了一道保护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礼让你吃死鱼。我来试试看这招可不可以。好啊，算了。哦耶，哦，那边有一块。哎呀，好吧，那不是嘉宾，那应该是。好了，我们过了，就是这关的星星。哦，我们来六只三八。哇，这关更诡异，好吗？这关到底是在干什么的？我好像搞错关子。哦，这才是正确关。等一下，我喝一下水。哦，好爽！这死螃蟹很讨厌。哦耶！就都把它干掉了吧，是吗？来这里，好，先是这个抛尾砖。哈，游戏在那边是最好哦不！No， 的红游戏 bug 嘞，该死哦！不行，我只要一失去游戏，就一定要你知道。反正我们这集可以录二十几分钟，现在还没有二十几，拜托。鸟！哦，等一下，我又忘了进去。哦，对，进去这个。哦，现在想要快速通关 ，OK。因为我觉得快速通关比较果断果决，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的那个。哎，你们应该没有人笨到进去那个水管吧？那个水管可是不能进去的哦。不能进去的。哦耶，过下去。哦耶，过来这边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地方。有这些狗吃屎。居然敢害我踩啊！
去了！哇，好好好，哦，好好好。哦耶，我们至少我们现在的红游戏还在。很好很好，我们只要过来这边等就好了。走得很绝吗你？去死！哎，这边可是会陷下去的哦。哎，不行，不能掉下去，那边会死，所以我们要过来这边。会有命哦！怎么有钱？我还傻傻的以为可以无限加密，不要吃到火花。哎，我没有看错啊！你 did do this， 我居然会掉下去。好，算了，我到这边一定要快速通关。我们录的时间已经蛮长的。